中白两国人民的友谊深厚，特别是建交以来，两国关系深入发展，在经济、贸易、科技、文化、教育、农业等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，不断地取得了丰硕成果。建国住宅小区项目的开工建设受到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，是中白交流合作不断加强的重要见证。相信通过北京和明斯克两市的共同努力，天鹅小区的顺利建成后，必将有助于提升所在区域的居民的居住品质，为2014年世界冰球锦标赛增光添彩。